嚟到我嘅支持減肥頻道，今日好開心啊！我哋邀請咗一位特別嘉賓，佢就係 Nicole。嗱，點解今日邀請 Nicole 咧？是因為我喺 Nicole 嘅 IG 度見到一幅好震撼嘅圖片喎，就見到咧有三格啦，咁都越嚟越瘦，跟住咧就更加忍住睇入邊嘅內容。點解會咁咧？原來咧 Nicole 都係透過生酮飲食喺產後啊瘦身得到好成功嘅。咁所以今日咧就邀請咗佢嚟到訪問一下佢啦。多謝你邀請我嚟啊！我係 B 班就喺 Kiss 嗰度，所以你係我前輩嚟噶。B 班，你嘅影響力我會好大。我相信咧好多人見到你咁成功嘅健身之後咧，都會對生酮好有興趣喎。好啦，咁咧就問，首先第一個問題啦，就係你係點樣認識生酮飲食嘅？其實我都係呢幾年啦，咁首先我一百零幾多最震撼嗰張肥相就係我生完 BB 之後嘅，咁我就覺得啊，點解好似即係點算咧？我點出嚟見人啊？咁同埋即係佢好似好肥咁樣啊，咁咪覺得要揾一個好啲嘅方法去減啦。咁但係其實咧一開頭都係我老公去做先嘅，咁我老公佢就本身唔肥嘅，不過佢就想要一個即係我揾一個健康可以 sustainable 嘅個即係。飲食方法咯，咁佢自己話佢想健康啲、長命啲，咁因為個女出咗世，咁就係啦，即係我哋都會想健康啲咁睇住個女長大嘛，咁所以就即係大家一齊去揾一啲即係我哋覺得會係健康嘅方法，咁最後就見到佢，哇你又唔食呢樣嘢咁，其實我哋都試過其他嘢，咁即係有時你見到睇書啊，睇呢件事有啲咩係，即係好似感覺上係健康嘅方式，我哋都會去做一啲 research 睇下嘅。我先生，咁但系佢今次呢個 keto 咧，我就發現哇，點解你嗰個 side effect 係瘦咗嘅？咁我就想試下咯，即系唔係淨係話健康，咁但係仲可以瘦埋身嘅話幾好啦。咁其實佢嗰時就都係好短時間，我就已經睇到佢嗰個成績咧，咁所以變咗我都好想即刻去做。咁我就係好似而家做咗大概九個月。所以我真係 BB 班嚟噶，你個前輩。九個月都好犀利噶，其實我差唔多諗住生同一個月嘅，即係四個月嘅後面。係啊，呢個就係我覺得好多即係 keto 苦嘅地方。我一開頭都係諗住啊，見到你咁成功，我又試下啦，我係咁演嘅咋咁啊。我都係諗住做一個月啦，或者做三個禮拜。總之我瘦到佢我嗰個目標體重，我就會停。咁但係當你第一個月認真瘦咁多之後，你就會好有雄心，係唔想去放棄。如果食翻嗰個飯，食翻麵包，會唔會突然間反彈咧？即係我又開始諗呢啲啦。咁同埋其實原來做咗一個月到都冇呢一個 craving 嘅，係即係已經好似唔會覺得啲麵包，我係覺得自己啲肥咗又類似咁樣咯。咁我嗰陣時係就是、我老公做先嘅，做先我半年啫嘛。我嗰陣時就覺得很變態㗎，啲人食開又食咁鬼麻煩，你又攞翻我食飯啦，係啊，咁我哋嗌牛肉粉咧，佢就食嗰牛肉同埋啲湯，跟住我咧，你唔食嗰粉，我食埋佢，我後悔啊，我係咁樣嘅，但係估唔到，即係之後自己都係，因為已經係無面不歡，但係而家都可以完全覺得冇嗰個 craving， 所以我覺得係個習慣，即係呢一個月已經丟掉咗個習慣咗。咁我想問多啲少少關於你呢兩個月咧，即除咗一個減肥嘅成績之外咧，你身體有啲咩變化咧？例如即好嘅變化咁樣改變，或者會唔會有啲一開始唔適應啊？唔再咁啊？唔適應，一開頭都會有啲唔適應嘅，可能係頭兩三個禮拜咁樣咯，即係跟住就會覺得，佢一開頭其實都會有想好似食，即係 cheat 下得唔得啊咁樣。但我又係可能因為 inspire by 我老婆，佢都係好啲食嘅人咧。咁我見到佢，即係佢講得啱嘅。如果你今日又 cheat 少少，聽日又 cheat 少少，其實即係你好快就會變翻咗以前嘅 lifestyle。不如你試下忍一忍先啦，反正你都試過咁多嘅唔同減肥方法，咁我即係試好多嘢嘅。咁跟住反正啊，咁啊係嘅，好啦。即是一開頭是不習慣的，我覺得最重要是你最開頭那段時間一肯堅持的話應該就 OK。 那些人有什麼呢？頭髮啊、頭暈啊、抽筋的那些我有沒有啊，但是抽筋我以前經常都有抽的。那我想說其實 Keto 呢最好的地方我覺得皮膚很重要。你覺得你有沒有？有，我覺得你的皮膚也很好。
嗰班女人啲皮膚都幾好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即係以前我未認識呢樣嘢嘅時候，啲人成日哦你要 detox 啊咩就係咩即係食菜啊咩好多蔬菜汁啊，唔好食肉啊咁樣。但係然之後我點解我做 keto 反而係相反嘅？我哋做啲嘢 right 咁，但係啲皮膚又真係靚咗喎。呢個我覺得最緊要嘅。都是一个最好的 side effect。 好啦，接着我就在 Victoria 的 channel 那里，大家都可以去她的片段看看多些 details。 有一个 box 是我觉得呢都会有很多观众对这件事很期望，就是呢关于 lazy keto 和 dirty keto。 我自己就比较烦，可能呢就会喜欢比较学术一点经常去讲辛苦，那些人就觉得哎呀很复杂的很难的，那呢有些人就说、哎、其实 lazy dirty 都可以的。那我呢通过段片听到这两个 terms 之后，你就觉得他有那么成功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很想知道究竟他的方法是有多 lazy 和有多 dirty， 但是又可以 work 得到出来的呢，那就让你做分享一下。其实我那个我觉得都是 keto 来的，只不过是我觉得如果以我那些性格啦，即是跟我自己有些人可以很 discipline， 即是他们会买一些去 check 啊，即是那些即係有係咪係咪入咗同係咩啊嘛？係啦，咁但係我自己就係啲比較即係唔可以咁樣每一次食嘢之前就要 check 住自己有幾多份量嘅呢啲嗰啲咁樣嘅，即係我就決定啦，我一開頭嘅時候不如唔好諗咁多嘢住啦，咁我都係想去做 keto 嘅，咁我就呢時就。即其實我照食嗰啲嘢，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減糖啊、減澱粉啊呢啲啦。咁但係我就唔會刻意去即係睇下呢一個嘢係咪 70% fat， 即係我每日食咗真係有係咪？我會攞住個秤去量呢啲嘢咯。咁我就會覺得舒服啲咯。咁如果我哋一個月下下都會講我應該啲錢過得唔係快啦。咁最緊就係話其實，因為如果你真係好。是不是叫嚴重，即是很嚴格的話，你很多時真的要自己下手去煮啊，還有你的所有 ingredient 都要看得很清楚的嘛。但是如果我自己的 lifestyle 就是我出街吃飯這樣，我都即我都會很多 social life， 那我經常都會出街星期的，那所以我就有這個 dirty keto 出現了，就是我都會照出街吃飯的，那但是我就會即係喺選擇我食乜嘢，我會小心啲咯。係即係嗰啲糖醋排骨啊，咁我當然就唔會嗌啦。咁但係我都仍然會出去食。我會食牛扒嘅都。咁呢啲係咪就會係咯？呢啲咪會好啲咯。咁即係我就唔會全部都係喺屋企自己煮。咁其實呢一個方式我就一路都呢九個月十個月都係咁樣用嘅。咁但係之後我先至喺。即係我喺網上邊睇到，哦，原來呢個就叫 lazy dirty keto 啊！講緊你自己有做就係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好似我要搭車拉線，我可以想跑步啦搭車啦，即係可能嗰個方法你係即係你 strict 啲嘅咪可以得快啲咯。咁但係我只要朝住一個方向行嘅話，應該都係可以都係可以成功，都係可以好多目標嘅。我覺得 Nicole 帶出了一些很好的重點，就是第一啦，就是如果你任何方法是令到你自己太大壓力的話，其實可能反而有反效果。有些人就覺得啊好嚴格啊，所以你都要計足個比例先去做的時候，你可能不要說大壓力，你首先就已經覺得太大壓力就沒了去做了，又或者其實壓力都會影響我的工作，影響我的人生，是不是心情都會影響減肥？是的，真的會影響有人的壓力，可能你很大壓力很快的時候反而更加會很容易放棄。是的，是的。第二個就是你剛才說的，就是你找到一個自己很有舒服的方法，你不一定一個拱就要去到你的 IFC， 是的，永遠都是向那個方向。是的，我就是這樣。我都覺得生活這件事是可以很美的。是的，而且很多時候我自從拍了片，很多人都有很多關於 keto 的問題，即是這個我可不可以吃一天啊，我是什麼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的心情真的會好一點的話，你不用太計較太在意，譬如我一六八斷食，那我十五個鐘頭就行不行呢，即是我覺得如果你樣樣東西都要這樣去計得很盡的話，都會很辛苦。所以不如靈活地開心一點，這個可以減。還有其實 at the end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想要健康。總之你減到呢
即係你個方法啦，係啦，就少少。最緊要唔係我講好多時嗰啲人十四日食嘢都可以減，我以前都試過十四日食飲水，加啲檸檬汁。我唔到你，我有減過啊，之後減翻轉頭啊嘛。咁但係你要揾到一個 sustainable 嘅方法，咁即係我而家自己覺得呢一個我咁樣行呢個，你先最要知道係對我嚟講好嘅。好啦，下一個問題咧就係啲少少嗰度喎，咁咧就係關於減肥方面嘅，因為我自己咧作為一個健身室嘅老闆啦，或者教練啦，我都成日都會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啲壓力咧，覺得自己唔可以太肥啊，因為驚哎呀個學生唔受過我嘅一啲嘢減肥啊，咁依個係我會面對嘅壓力啦。咁我睇到你嘅片就係話，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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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係我有時同我哋一齊食嘢，咁佢哋食咁多嘢，但係九啊幾磅啊，又要減肥食咧。哇！你真係可以食嘅，佢唔係個個都唔食嘢嘅。有啲可能佢天生就係食乜嘢都即係啦咁樣，有啲就佢哋好可能佢哋一齊餐，即可能佢哋嗰段時間有人食少少咁樣啦。咁我佢有時我哋一齊喺 canteen 食嘢咁。唉，我都唔好意思食得多，但我係食好多嘢嘅咁。咁佢哋好似食兩啖就話真係飽啦。跟住人哋得九廿八磅，咁我128磅，你點好意思坐咁繼續食落去咧？有時就係呢啲壓力啦。咁同埋咁你翻工on camera 又係會食啲噶嘛。咁所以你都會好想即係喺大家觀眾唔好淨係見到我身，喂你真係瘦過相機喎，咁你都想人哋覺得你on camera 都靚嘅。我成日都咩咁同我講？係咯，你真係唔係啊？即係唔係話唔開心咁，即係你咪想講話我真人都幾 fit 啊？咁但係之前覺得我肥啊，即係有次我都有個即係去拍啲乜嘢啦，咁然之後有個叔叔話：你真人瘦咁多嘅，咁我就點啊？我上鏡好肥，係啊，咁係真係好老實，我覺得係啊，我個反應就係一樣，真係咁樣。咁我梗係有呢個壓力啦，所以先至會即係咁碌欠住。嘅減肥方式，咁同埋即係咁都好好彩，因為我最後遇到呢樣嘢。係啊，冇咁辛苦。咁你啲朋友有冇話？哎呀，你心情唔好，或者佢哋自己有冇咁做，或者受你影響啦，又做啲咩啊？喂，咁其實我出完片之後喺網上面都會見到好多人講話，我 follow 緊你嘅 diet 啊，又 work 啊咁樣，咁我都好開心嘅。係啦，咁即係好似我自己嘅，我真係真心想同大家分享，我覺得係一樣好嘅嘢。咁然之後，人哋又會即係認同我，同埋佢哋試，佢哋自己都 work。咁即係大家一齊健康啲，你話點講咧？係，我係咁。咁最後啦，就係知道你而家生活有9個月啦。咁你咁有冇諗住點樣 keep 住呢個單？我都係諗住會繼續，其實我都一定會繼續 keep 住噶嘛。希望可以一路做到落去啦。但係即係我好少一個減肥嘅方式係可以。而家已經差唔多10個月啦，我都可以一路做到落去，咁即係好似已經變成咗我生活嘅一部分咁樣。正路應該冇嘢嘅，咁但係如果我覺得我已經達咗即係大概都我滿意而家呢個成績啦，咁我就可以即係再一路朝住呢個目標，但係慢慢地我唔使話要好心急、好嚴格。咁多謝力操嘅分享啦，都好開心咧！而家越嚟越多人一齊呢個心流嘅，多謝你嘅前輩，我努力嘅，真係師嗰啲叫咩？我師姐咯，同學仔有唱嘅，同學仔真同嘅唱，有冇啲咩想鼓勵大家？冇啊，我哋一齊加油啦！咁加啲油，加多啲油。其實係啊，我初時都覺得好變態喎，即係加少啲油唔好啊。咁但係原來又真係好神奇喎！呢一個食油係唔會生腸嘅。係啊。好啦，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俾 like 啦，同埋想知道啲 Nicole 自己心痛或者佢輕斷食或者多啲嘅分享咧，都可以睇翻 Nicole 嘅 channel 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